汉昭帝死后，权臣霍光力挺昌邑王刘贺进京继承皇位，但是刘贺登上皇位仅仅27天，就被霍光策划政变废去了帝位。历史上被废的皇帝大多数都不得善终，丢了皇位也就丢了身家性命。那么被废去皇位的刘贺会是例外吗？刘贺被废之后，霍光选择了汉武帝的曾孙刘询作为新的皇位继承人。4年之后，霍光病逝，新皇帝汉宣帝大权在握，他又会如何对待自己的叔叔刘贺呢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莹为您讲述系列节目《海昏侯刘贺》第6集《提心吊胆过日子》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法律讲堂。我们上一次啊讲到，这个汉昭帝死了之后呢，大将军霍光是力挺昌邑王刘贺进京继位，可是这个刘贺的龙椅呢还没有捂热，就引起了霍光和大臣们的不满呢。仅仅27天之后，这个刘贺呢就被废除了。古代皇帝被废啊，大多都不得善终啊。那么等待刘贺的又将是怎样的命运呢？我们前边讲过，这个刘贺拜谒完上官皇太后，返回未央宫温史殿的时候啊，跟随他的昌邑群臣就被挡在了门外，还没有回过神来，早已埋伏在旁边的这个车骑将军张安世就指挥手下士卒，是将这昌邑群臣200多人是团团包围，全部抓捕，关进了监狱。这个刘贺被废以后啊，事情还没有完，霍光呢就给昌邑群臣定了陷亡于恶不道这样的罪名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啊，昌邑王国的这帮旧臣，他不引导刘贺走正道，而是将他推到了罪恶的境地，这也太不符合为臣之道了。这个罪名啊，在当时来说可是够大的。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啊，这些人应当全部问斩。为了慎重起见，后来呢又经过有关部门调查，发现这其中有2个人呢曾经规劝过刘贺，可以减轻罪责。那么这2个人是谁呀？就是我们前边提到的还住在过去的王宫中但物是人非呀，他早已没有了从前的尊荣，朝廷已经将他昌邑王的封号吃夺了，昌邑国改为山阳郡，直属朝廷。为了解决刘贺的这个生活问题啊，朝廷呢还特许他收取当地2000户百姓的赋税。这样一来，刘贺现在只是一个身份特殊的署名而已，因此呢王府的大门都被封起来了，只开了一个小门，每天呢只能有1个人出去买生活用品，其他的人员和物品不得随意出入。这个门口啊，还有一个官派的警卫负责检查出入人员和物品。这个刘贺呢，有16个妻妾、22个子女，再加上180多个给他们服务的奴仆，这一大家子人呢，他们住在偌大的王府中，这只有1个门卫，而且这个门卫的主要职责是监视他，而不是保护他。这安全呢没有保障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刘贺没办法呀，他只好自己花钱雇了一批保安，负责王府的安全保卫工作。这就是刘贺被废以后回到昌邑的情况。这原来的王府啊，现在变成了他的牢狱，他心中的愁苦自不必说了。可是把他从皇位上轰下来的大将军霍光也不见得轻松，因为国不可一日无君呢。刘贺是废掉了，可还是得选个皇位继承人呢。这之前的广陵王刘旭已经被排除了，选谁呢？
汉昭帝死后，汉武帝的六个儿子中只有广陵王刘胥还在世，可是因为刘胥行为不检，早在汉武帝活着时就被排除皇位继承人之外了。这也是霍光宁愿迎立汉武帝的孙子刘贺继承皇位，也不选择刘胥的重要原因。那么现在皇位空缺，目前帝国的头等大事是尽快确立皇位继承者，霍光苦苦寻找的这个人到底在哪里？再立新帝，一手把持朝政的霍光和新皇帝之间的关系又将如何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莹继续为您讲述系列节目《海昏侯刘贺》第六集，提心吊胆过日子。就在霍光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大臣秉吉推荐了一个人选，皇曾孙刘病已。这个人呢，是汉武帝后期起兵造反的太子刘据的孙子，按辈分他是汉武帝的曾孙。当年太子刘据因奸臣诬陷被迫起兵自保，汉武帝呢不明真相，认为这是太子造反了，派重兵绞杀呀。太子最后是一门败灭，只剩下刚出生几个月的婴儿刘病已。就是这样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，也因是罪人之后被关进了监狱。当时成年人进了监狱都未必能活着出来啊，何况一个婴儿，这不是明摆着要他的命吗？所幸啊，这个刘病已呢当时遇上了同情太子的廷尉监，也就是主管监狱的这么一个官员，这个人呢叫秉吉。秉吉呢就在监狱里边啊找了两个哺乳期的女犯人给刘病已喂奶，这才让他活了下来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刘病已啊已经长成了一个18岁的大小伙子了，因此呢秉吉便借机向霍光推荐刘病已作为皇位的继承人。刘病已当了皇帝以后啊就改名叫刘询，也就是咱们后世叫的汉宣帝。汉宣帝刘询18岁登上皇位，他在即位前坎坷的经历跟年龄相仿诸侯王出身的刘贺大为不同。他在朝中不但势单力薄，政治实力比刘贺还弱。那么同样面对权倾朝野的霍光，汉宣帝刘询是如何处理与霍光的关系的？他怎样做才避免了重蹈刘贺的悲剧呢？汉书就记载说，宣帝自在民间，闻之霍氏尊圣日久，内不能善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汉宣帝在民间的时候就听说霍光是长期把持朝政，他心里边颇不以为然，但是表面上却不动声色。汉宣帝继位以后啊，首先下诏表彰霍光有安宗庙之功，并予以重赏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却提出了要归政，就是将权力交给皇帝本人，自己退休回家养老去。这个刘询呢，因为从小家遭大难，又有民间成长的经历，因此政治上比没有遭受过挫折的刘贺成熟得多。他非常清楚，他这个皇帝啊，其实连刘贺都不如。因为刘贺除了皇帝的虚名，还有昌邑国的一帮臣僚，而他呢，可是孤身一人呐。刘贺后来之所以被废，不就是因为不愿做傀儡，想夺霍光的权力吗？这才过了几天呢，霍光居然主动归政，这显然是在试探他。刘询呢就拒不接受，坚持朝政事务还是霍光说了算。这下霍光放心了。
其实刘询心里非常明白，自己的资源就是年轻，那就耗时间呗。只要不动声色，耐心等待，总有出头的那一天。其实啊，后来也没耗多长时间，仅仅过了4年之后，这个霍光呢就病死了。这个时候皇帝亲政是水到渠成啊，汉宣帝掌握了朝政大权，就开始削夺霍家的权力。这个呢引起了霍光的儿子霍宇和夫人霍显的不满，他们居然阴谋废黜宣帝，立霍光的儿子霍宇为皇帝。汉宣帝呢借机就将参与霍氏谋反的这些人员呢全部诛杀，彻底铲除了威胁他的霍家势力。刘询呢相对于他的叔叔刘贺拿捏的是非常到位，可是后世人就常讲说是霍光谋夺汉家江山。其实这个事情啊，我们看到霍光的恶名啊是他的夫人和儿子留下的，霍光应当说还是汉家的忠臣。汉宣帝的成功啊，也证明当年昌邑王国的中尉王吉啊建议刘贺伪证于霍光，自己呢只做个橡皮图章，其实就是让他韬光养晦，等待时机。遗憾的是啊，咱们的刘贺没有听进去，如果当初刘贺肯耐着性子等个几年，现在扬眉吐气的就应该是他了，何至于沦落到被废黜的地步啊？而且呢还是被一撸到底，连昌邑王都做不成了，成了一个身份特殊的蜀人呢。短时间内遭遇这么大的人生变故，刘贺心理上遭受的打击是非常巨大的，可是他根本没时间舔舐伤口，他接下来的大事是想办法活命，因为历史上被废的皇帝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。刘贺虽然回到了昌邑，他的处境仍然非常危险，每天都是提着脑袋过日子。那么刘贺的危险究竟来自于哪里？接下来他的命运又将如何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莹继续为您讲述系列节目《海昏侯刘贺》第6集，提心吊胆过日子。一座险些被盗的西汉大墓出土了大量罕见的陪葬品，考古发掘证明墓主人是西汉第一代海昏侯刘贺。墓主人的巨大财富从何而来？史料记载，刘贺曾经是西汉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，仅仅做了27天龙椅就被废黜，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背后又是一场怎样的政治博弈？刘贺一生经历了诸侯王、帝王、庶人再到列侯的身份转换，如此跌宕起伏的人生又对他产生了何种影响？2000多年来，刘贺始终以荒唐不堪的形象存在于正史记载之中，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又能否还原一个更靠近历史真相的刘贺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莹为您揭开刘贺27天皇位之谜系列节目《海昏侯刘贺》，敬请关注。我们知道刘贺已经下台了呀，他的下属该杀的杀，是该坐牢的都坐了牢了，他就光杆一个回了远离京城的昌邑国呀。无论是对霍光还是汉宣帝，都不可能有什么威胁了，谁还会把他当回事儿呢？这个事儿啊，我们是有所不知啊。古代社会，当过皇帝甚至太子的人，不管什么原因被废黜以后，他的影响力却不会很快就消散，有时候啊，这个影响力还是相当大的。
正因为如此，为了防止被废的皇帝死灰复燃，或者被人利用来做文章，危害新政权，大多数情况之下，废帝都难逃一死。这个刘询啊，虽然当了皇帝，可是心里边老是对这个被赶下台的小叔叔不放心呢。甚至都过去十多年了，他还给当时的山阳太守张敞下了一道密诏，制诏山阳太守，其警备盗贼，查往来过客，误下所赐书。这个密诏啊，矛头是针对刘贺的，他的大意呢，就是皇帝命令张敞小心谨慎，防备盗贼，严查来往于山阳郡的人，而且不准张敞泄露这份密诏的内容。这个张敞呢，他是个聪明人，接到密诏，他立刻就明白了皇帝的意思，他不敢怠慢，很快就给汉宣帝呢上了一道奏章，汇报说他在任的这四年中啊，是经常派人巡查刘贺的情况。两年前他还亲自到王府查验，见到了刘贺本人。这个当时的情况呢，是刘贺呢大约26、27岁，皮肤青黑，毛发稀疏，而且呢腿脚有点瘸，走路不方便。他们见面的时候啊，刘贺竟然穿着短衣长裤，头上还戴着混文冠，就这样出来见他了。这个张敞呢跟他就聊天，故意提到昌邑这个地方啊，猫头鹰很多。当时的人呢就认为猫头鹰呢是一种恶鸟，张敞的这个寓意啊是说昌邑的这个坏人呢很多。可是刘贺呢并不理解，他接着张敞的这个话头说啊，是啊，以前呢我在长安就没见过，等回来的时候一过济阳就又听到猫头鹰叫了。张敞还汇报说，我以前还跟他谈起过，按照规定应该把给他父亲守灵的宫女啊都放回去，但是刘贺却说这些人早都该死了，有病不给治，自相残杀也不管，就是想叫他们早死。而且呢他还反问我，为什么老想着把他们给放了。从这些情况来看，刘贺这个人的言行举止和衣着打扮都像个弱智啊，而且呢他天生喜欢暴虐混乱，没有一点仁义之心呢。张敞的这个奏章啊，看似啰里吧嗦的，其实是很有深意的。首先呢他的奏章呢就表明说，是刘贺现在是深居简出，基本上过的是画地为牢的生活，而后又专门强调刘贺已经是个残疾人了，走路都不方便了。说刘贺的穿着打扮也是有特殊的含义的，刘贺当时穿的短衣长裤，头上戴着会文冠，在西汉当时啊，这个短衣长裤会文冠这种打扮一般都是士族们穿戴的，王侯官员们呢要穿也只能当便服来穿，正式场合是绝对不能穿成这样的，必须穿深衣。这个深衣呢就是当时的一种长袍服装。刘贺这样穿戴来见张敞，这就好比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，主人却穿着睡衣出来迎接一样，不得体啊。汉宣帝刘询对废帝刘贺依然不放心，让山阳太守张敞密切关注刘贺回到昌邑的一举一动。张敞在奏章里将刘贺说得如此落魄可怜、愚钝不堪，其实是为了保护刘贺，因为他只有把刘贺说成这样，汉宣帝才会放心，刘贺也才能更安全。也正因为张敞上奏给汉宣帝的这份奏章，影响了刘贺接下来的命运走向。汉宣帝在接到张敞的奏章之后啊，很高兴，认为他的这个小叔叔刘贺已经不足为虑了。第二年就下令把刘贺封为海昏侯。
当时的诏书是这样讲的：盖闻相有罪，顺封之，骨肉之亲，息而不疏。其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，食邑四千户。这个诏书中提到的舜呢，就是上古贤君武帝中的禹舜。根据《史记》记载，说是舜的母亲早逝，他的父亲呢瞽叟又给他娶了个后娘，而且呢还生了个弟弟，名叫象。这个舜的父亲呢，因为喜欢后生的儿子象，这个象呢就和父母一起虐待谋害哥哥。有一次瞽叟让舜去挖井，这个舜下去之后啊，瞽叟呢就和小儿子象往井里边填土，想把舜活埋了。舜后来呢从旁边打了个洞逃了出去，但是这个象不知道，他还霸占了舜的妻子和财产，住到了舜的家里。就这么一个坏蛋弟弟，这个舜呢后来接了尧的班当了天子之后啊，不但没有报复他，还念及骨肉之情，以德报怨，把他封到了有弼。这个有弼呢就是咱们现在的湖南道县一带。汉宣帝提这个事儿的意思呢，就是拿舜封相来做依据，强调骨肉亲情即使因为一些事情造成了隔阂也不能断绝，因此呢他要效仿上古贤君舜，也给虽然犯了错误但同为刘氏宗亲的刘贺封个爵位，就是海昏侯。这个史书就记载说，汉代啊，除了皇帝和诸侯王，贵族的爵位啊有20等，最高的呢就是侯爵。汉宣帝呢封刘贺为海昏侯，这已经算是很意外了。还有更让刘贺意外的，这个诏书里边特别提到封给他4000户。根据有关学者研究啊，汉宣帝的时候给刘氏宗室这个王子们呢封侯的名户啊，大多都是几百户，很少有超过2000户的。这刘贺一下子就封了4000户，可是够多的了。只是这个地方啊不是太好，海昏呢就是咱们现在的江西南昌新建区一带。这个汉宣帝为什么把刘贺封到这个地方呢？我个人认为啊，他完全是在模仿舜的做法，因为舜呢就把弟弟封在了同为南方卑湿之地的湖南道县一带。正是因为被封海昏侯，刘贺这才从昌邑国，也就是咱们今天的山东巨野县，来到了江西的南昌市附近。那么来到封地的刘贺是否就可以平安地度过余生了呢？刘贺在封地又有着怎样的结局呢？我们明天接着讲。好，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，再见。2015年，南昌海昏侯墓开启，刘贺的墓内除了王气浩荡的陪葬品，还有更多带史料价值的文物。那么透过这些出土文物，我们又能否解读出刘贺的另一个侧面呢？明天的节目里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莹为您解读海昏侯刘贺第7集《千年后的追问》。